全新的气象，加油！好，今天带来什么歌？今天带来江蕙的《怪所在怪人》。到底来欣赏。选了一首比较符合你的最近来讲，比较轻松的歌曲。对，首先请到很久没来我们节目了，徐锦春老师，请做讲评。好，慧茹，你的唱歌的优点啊，我觉得因为你的外形跟你的声音是甜甜的、娇娇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选这首歌是挺适合的。它是一个很轻快的节奏，然后在歌词里面呢有一种这种感觉。那老师呢，会。多给你一点意见哦，是什么呢？比方说，你在发挥自己的特色跟这个歌的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你要把那个娇娇的、甜甜的感觉，在你的唱歌的表情，跟你的这个音色的表情里面，再更放更多一点。那老师觉得你今天唱的是中规中矩，但是呢，在一些歌词上面有一些重点，可以表现这个娇跟媚跟甜的味道的地方，你可以再发挥大一点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更感觉得到你的特色。那当然，你今天在这个拍子跟音准上还可以再更加强一点。好，不错。加油！好，来看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我们看赖慧茹可以得到几分？88.1、82.87、88.1、83.4、88.4分。老师平均分数17.7分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介绍。